原来纯粹的感情都在学生时代。高考结束了，我想对他说，吴一婷，把你的高考证拿出来，让我抄一遍吧，我还跟你一起继续加油，好吗？好。即将各奔东西的前后桌，用一首《钗头凤》告别。时间有分开的难过，也有遇知音的喜悦。一歌奏，催人瘦；一别此后，堪说休。谁安迁难自宽？一台清案，半片信笺。欢，欢。君当别，心难安，相聚无期，何言还？千钧心画，鸿雁难传。叹叹叹，这不就是现实版的《绝生淮南》吗？高三四百。都是爱，就是天天在一块玩而已。感觉一个人能当你对象的话，就是当时没安排，你认识了多久以后，还是你的对象。对一个人吧，我感觉就是有感觉，没感觉是一个人。就是他最近有点气人，我也搞不懂。马上就来了，走，走，走。马上就来了。后面的过程，其实我就想吓他，说那些话其实还是挺中肯的，我觉得我听了还是挺开心。我小学时咱没有这种同桌。你先告诉我，你给谁要红糖？谁？必须说是谁我才给。跟我同桌。那你为啥跟我要红糖了？老师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红颜心吗？还是个大暖男啊！不够了再来，这还有。谁的杯子？我同桌的。妈呀！你这是宇宙第一大暖男啊！那你快快快，他连穿衣服。原来日漫里都是真的。那种默契只有你懂。记得翻翻合照，等你回